好，欢迎继续收听今晚的《动漫无双外传》。其实今晚啊，同埋呢《动漫无双外传》GBO 游戏的十六啦，西毒篇，继续系我单挑朝头早场的。因为官阶关系，其实我依家基本上入咗去啲少位啊、中位嘅场，要用低阶的架高阶机啦，咁冇计啦，冇场入到。今次都是光的，是而至于机体就是西塔假正叉佬。用法上面同老虎是有分别的，至少他的格斗判定啊、距离啊、招同老虎都有些分别的。老实讲，加起来我应该用就前比我最多十次了，因为佢判定咧得前嗰啲差先有啫，嗰啲高唔计数嘅，搞到我咧唔肯行得太快。我而家佢已经打到啦，你而家系距离远啲嘅，冇老虎咁快嘅。呢个反面啦，系咪会出咗招？我唔会讲啲陈年历史啦，俾大家讲呢个最尾啦。得佢。阿 K 有咩难用？最多啲温氏到噶啦，输时就有温氏，又都系精神得噶，大佬打落去啊，塔塔卡哟 ，sell 你哟 ，OK。出撃，お願いします。武装得三款嘅简单啲嘢，但唔系应该两款，头多大概望住佢，冇鬼嚟啦，救队友。見到啦，篤人篤中都朋友嘅佢係，都係判定問題啦，又用錯招，仲係手法，自己上電啦，十字中斷定係你發現。打鬥撞嗨個。拜拜。損傷増加。一度交代してください。我喊到六分鐘嘅，睇下點解先。遊軍撃破されました。係落後啊！我只係想講呢度。好，接住一個玩家，正式翻落嚟。玩家，玩家冇升級啦。其实前格先系了解嘅，我基础老虎一路过后格就系自己下斩噶，我就唔记得咗。咁多死唔会搞错，嗱呢啲格系咁多死唔去。原来已经冇铺个符图，有部中上位定诶中位少有部机，射击防御200几，格斗防御100唔知几百破百嘅。我哋啲机出去拗行啦，但系都系咁无计啊！记得走太远，嗱啲分仲争好远嘅。一句，不要放弃。阿 P 有咩拉我？继续冲好，救朋友，自己救队友。而喺呢个群入面咧，小弟见过你咧，好烦，要同朋友一齐行。我落单咗上嚟啦。モビルスーツ。好攰啊！一少为呢个快步揸鼓 EFS Level 4。哦，对啊。再出撃の場所と方法を選択してください。基本喺呢个场咧，我呢个低阶官、低阶机咧，咁我计玩偷袭先啦。出撃、お願いします。你唔好正面打，根本就你要跟住嚟行、起行啦、劣势。好，我记得咗。跟住朋友下先，呢个朋友啦，仲系巴比跟佢下朋友，有啲分仲攞一次嘅，拜拜。收佢落嚟，
哋好肥嘅蟹，好可爱嘅照啲机，一三杀咗，开始啦，开始做啲大，做魔法点用？要练啊，呢个呢个。咁都俾人，我觉得隔成队都俾人反夹，唔使惊，有队友，好多队友，只要队友得嘅，有足够拍波支援，得嘅就可以玩啦。如果唔系冇玩咁样，啲人啲无伤你又冇再升啦，大佬，即系靠队友咯。虽然就话冇拍波支援，但系本都打赢嘅。好啦，大佬。十四人，依都冇玩，又打中队友，真系唔好意思啊！即系讲咁多，未输乜啫？又撞啦，大哥！又打人，都冇打中队友，哇！真系大。出撃場所的方法選択してください。都話一句啦，不要放棄啊，阿基亞咩拉喲，唔好放棄啊！打他爸爸，燒他爸爸。出撃，お願いします。中継地点は敵に確保されました。好，我見到。唉，我哋學銀之時話齋，出去打螃蟹啦，想賺錢打螃蟹啦，撞，唔好俾佢停。冇其他大佬，即系都系衰啦。咁咪死咗啦。都放埋啦，大佬。打嘅时候唔好打同队友啊。嗱，我先就加啲，咁就唔会啦，加啲啊。嗱，啲方可以追过咗啦。有十粒，哇，真系。四千七百啦，咁多唔系一个，唔会输啦，三个啫，一个打，系四个啊，佢就要赢咗你啦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点可以冚过人啊？但系奇蟹喎，抽波气爽成气啦，一，外边就站喺度，嗱。不过跟神来跟嘅，我真系有大队友嘅。好，死啦！跟住我哋赢，都赢翻场啦。得咯，赢得翻。五千六对四千六，反追翻千分，留俾个分钟。所以都话咧，问乜鬼事啊？问友仔打埋落去啦，真系，咁咪赢咗咯。Good job。即系都系一句，唔好睇形势唔啱就掹线啦，大佬你班友仔，冇啲睇精神，啊临尾反胜翻千分，追埋过去真系。今回嘅战斗结果です。嗱，我碌埋第一位，但冇升咯。算啦，我啲嘢搭单啫，赢都得啦。